水上乡公所经过七年外的努力，打造水上乡生命纪念馆，伫咧十八号独行启用。这栋立骨塔设计建筑是地上三层楼啊的绿建筑，拥有现代化的外观。全栋拢是采取着节能环保的设计，建筑总面积2396平方公尺。现代化的新立骨塔设计会当予乡亲以虔诚的心情来追思和纪念已经过身的亲人和祖先，也是打造水上地区现代化并重设施一个相当重要的里程碑。乡长刘敬祥就职以来，心心念念定下人来完成的目标，创立工作团队为公告迁葬、起棺、经费筹措、工程兴建等等事宜，过程历经艰辛，克服各种困难。又来工作团队代表会以及地方事先等协助，历经七年外努力，终于完成水上乡生命纪念馆，作为先人安厝长眠的所在。在启用了后，除了可以减少乡亲高额殡葬费用支出以外，对水上乡乡口自幼稚园大幅提升，以讲每年可以增加数千万的收入，改善水上乡的财政。所以非常感谢咱的天公伯啊，咱的众神，咱的先人的保庇，和咱的这个工程啊，伫预算内圆满哦，来这个完成。今仔启用以后，咱水上乡啊未来。咱的水上乡的乡民，诶，即个殡葬事务的开销，都会使较省、较俗。咱水上乡的即个公库吼，每一年会增加几落千万的即个收入。咱水上乡对原地负债是嘉义县第一名的乡镇，咱即马已经无啥物负债，就开始咱有正收入，所以咱水上乡的乡镇诶未来会愈来愈好。咱坐落的所在吼。就是咱水上乡的这个中和国中吼，差不多头前100公尺的所在，会使讲是咱交通上较方便最新颖的一个所在。咱目前这个园区有4.7公顷，咱第一期开发是这个1公顷的这个所在，咱的这个全部的塔位吼，会使22000多位，咱第一期的部分有11000多位，咱有分做辅助区、中央区，那我们的其他都是以小区的这个方式吼来设置，咱嘛有这个公马的应急塔位，嘛有先人的临时的塔位，所以吼，无论伫环境建筑物来讲，阮包括设计。全部拢是咱嘉义县市临近的县市内底上界水、上界先进、上界好的一个所在。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这个乡亲士大吼，无论是先人的迁葬，还是咱先人没有一个长久安眠的所在，拢会使来选择到咱嘉义县水上乡的这个生命园区。今仔日的水上乡生命纪念馆路线启用甲拜仪式，由水上乡公所刘敬祥主持，包括立委蔡意仪、副馆长刘培东、议员林湘婷、甲杨秀琴、水上乡民代表会林家伟主席以及所有代表等等。明代船长以及理事长拢到场参与这场在地盛事，现场举办社团发挥以及普渡祭拜，招募超过3000多份以上的奖品，感谢天地神祇保庇，祈求平安顺遂，启用营运顺利。真新闻朱乃行最上乡采访报道。我们从四星到五星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嘉义的进步，看到了嘉义县民对我们的肯定。八大面向的平均满意度还是全台第一名，这代表你的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坚强。最近我到外面去走，自从眼见给我们五星县长以后啊，我们的县民说他们也是五星的县民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疗愈、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那我们即将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肯定跟希望，我们要努力的往前走。那这一次实际上我最高兴的还是一个八大面向全国平均第一哦，这个代表的是我们团队那这3年来的累积受到大家的肯定，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嘉义的整个龙光大学的格局也在往前发展，我们希望乘着这一股气势，我们嘉义可以越来越好。我们希望大家共同的来努力，也希望大家慢慢的把注意力也可以注意到一个从来你们不会注意到的一个穷的农业县叫嘉义县。谢谢大家，谢谢。